哇！不，这是多久造的？哇、哦！这是多久？这是养了多久弄成这样的？拿肉干和绳子，看我们这个车哟，豪华大商务啊，有空调、按摩座椅、沙发，这些都没得。现在重庆，这大都市，这个阿姨救他们家的狗。大姐，在哪？你女儿在哪里？多说，给她特意租了个房子养。这房租一个月多少？500。谁出？你出？我出。还有一条小狗儿，你去忙的那好。小狗你自己养。小哥他坐车他要运钱的，不运餐。这是挺复杂哈，这个。狗在这里面。这不精神挺好的。哇。这是多久造的？哇、哦！这是多久？这是养了多久弄成这样的？也只有十多天，好吧？十多天。哎，没收拾。哈没时间收拾。拆完了。不吃。等会儿他要吐，他在车上要吐。哦。你那天拍的视频，他都站不稳了呀。今天怎么这么活泼？没吃到水，两天打啤酒。嗯。这个房东，他怎么说？哦。我第一次看见这种。太夸张了，你、这个、别全部搭满。幸好我们走在粪坑里面了。房东，那把这狗杀了，杀了再杀，杀了再杀，炖了再炖。我的天！他叫屁屁。还下个叫屁屁。你这个到时候房东回来，你得赔惨。我们要收拾，给他收拾干净。走走，这个狗叫什么？叫珠宝。珠宝。哎，你女儿上回回来是啥时候？一个多月了。对，个为啥厕所这么干净？厕所里面它知道是喝水的，厕所里面不长。它躲起来了，应该在沙发下面。你哪儿去了？要是不快去你那个老地方，那个是，要不我们先过去。出去干啥？皮皮。没有，就在那沙发上出去。这个狗养了多久？这个大狗。年多是吧？有一年半了。一个。一年半。那个小狗。不用不用，大姐我来。你来干什么？小狗养了多久呢？皮皮，别吓着他，这被关久了。皮皮，把抱出去，抱出去给他俩。哎呀！他咬你啊？嗯。开门。哎！拽，牵着。大姐拽不住。这个是。这就是关久了，这个小狗，哎呀，我再看一下，再次欣赏一下，见长一下见识，这个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景。我觉得你俩都有必要进去看一眼。看什么？进去看看吧。我里面走。天哦，这再走，再往里面走。这个是哪样的房子啊？租的是吗？哎，就是来还你啊那个。出来有些年都没给少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少了有半个月。把我签到，我三个签是吧？房子都不要了。哎。嗯，可爱，像洗完澡的。我给他摸着，他害怕。啊。你说过你女儿没有？我就是说他能把他勒过来孩子，看他以后还养不养？他就是看到那个，这就是你租的嘛？哦不，这个房子啊，500一个月，一个月，他一个狗租这么大的房子？对，就是我那天跟他说，我说
他就说那边别个，那边别个怕那个女的吃狗肉，他舍不得，他又怕那个女的杀了吃狗肉。今天这一趟，今天这一趟就是来见世面的。见世面的今天。哎呦，地瓜去看看不？你不看就此生没机会了。那个是猪吧，那个是皮皮。他俩的感觉都被关出问题了，他俩就很狂躁，看不？你是拍了视频的吗？你亲眼目睹一下。算了，没麻烦。去看一眼。麻烦。你为啥一定要等苦瓜走？你走吗？你往前走。故意的是吧？走，这出来好开心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你跟你女儿说吧。嗯，好的。在她不能自己养之前，就别再养了。嗯，不养。啊，你跟这个。哎。好，拜拜。好。快走，往前面走。快城管来了。开门。小的放笼子。皮皮。皮皮。不怕啊，这回你解放了，解放了。看他眼睛是不是有问题？这个眼睛，这个眼睛应该是坏了。走了。啊。